喂，是我 Uson 啊。话说我哋嚟到汇津药丛，即刻就已经试咗呢间好出名嘅二郎拉面，真系好大份，好好食啊！咁食饱饱之后，就梗系要去散下步噶啦。咁嚟到汇津药丛，我哋梗系要去学城啦。响三支丁落车，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学城噶啦。有600年历史嘅学城，曾经多次易主，喺历史文献中亦都曾经被称之为黑川城同埋汇津城嘅。而呢度亦都曾经成为过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旧幕府势力嘅政治中心。踩住雪咁行去学城，途经差唔多结晒冰嘅护城河，真系好难想象以前嘅武士生活究竟系点样噶。睇下啲水泊，全部向晒上噶，佢哋一定喺度欢迎紧新嘅学城城主啦。哇，呢度都好大下，睇嚟今日都系行唔晒噶啦。等我哋睇下有边个占领过呢座城先。犀利啦！呢条斜路应该曾经无数次抵御过新政府嘅入侵，我哋都扇咗好多镬啊！真系好冻啊，但系又真系好靓，系咪即刻有啲似玩紧战国游戏，翻咗去古代呢？呢度有小食卖，唔怕冻嘅朋友可以叫雪糕噶。呢度有个渡河神社，等我哋都过去睇下先。睇下呢只守门狐狸，几得意。穿过埋本院埋门，我哋就嚟到学城嘅门口啦。呢度就系卖入场券嘅地方啦。仲有门口呢只赤鼻子，你话佢得唔得意呢？记得唔好掂佢啊！入场券有两款，一个系普通嘅，另外一个系包埋茶室参观。而我哋净系买咗天守阁嘅入场券，呢度都有雪吊睇。好啦，我哋要入去啦，等我吸翻个印仔先，又几靓。呢度除咗有好多赤鼻子之外，仲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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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赤鼻子啊！咁当然仲有好多石制、纸张制、陶瓷制同埋木制嘅唔同生物啦。而以赤鼻子做封面嘅零食，真系包罗万有啊！好啦，我哋正式向天守阁出发。第一层展示咗嘅系一啲汇津嘅古物，而呢一层系禁止摄影嘅。注意，上咗去之后翻唔到落嚟噶。咁我哋都系落去先啦，睇下呢个叫做岩藏嘅地方。呢度位于药丛城嘅最底部，一年四季。气温适中，最适合系用嚟保存盐噶啦。
唔讲你唔知道，天守阁曾经一度被解体，但是太平洋战争之后，全国各地都复兴建造天守阁，所以就被重建了。上到第二层，这个介绍的是不同时期占领过这座城的大名。除了比较出名的伊达、上杉和松平家之外，卢明、蒲生、加藤家都曾经进驻过这里。加插一段小插曲，他说我他对手套是和英女王的手套同一个牌子的。上到来第三层，这里是介绍幕府末期的动乱和当时会津处于的位置。幕府末期，政府分成了两派，一边呢就支持将政权归还给天皇，而另一边呢就继续支持旧幕府政府。而在1867年大政奉还之后，新政府和旧政府两边势成水火，就发生了会津战争了。当时的会津城集结了来自各地对抗新政府的义勇军，发生了一连串的守卫战。随着新政府军北上，整个北陆的奥羽越列藩都结成了同盟。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在会津编成了白虎、朱雀、青龙和玄武的正规兵。咁当然啦，最后系战败咗嘅。上到嚟第四层，呢度介绍咗一啲会津之前嘅名人。首多开个窗嚟睇下先。见到呢啲画像，就諗起当时他们亦都曾经在这座城里面担任过重要的职位的。上到来顶楼，就等我们好好地欣赏下这里的风景啦。下载这个 app 还可以用 VR 看到学之城周边的介绍。翻到落去手信铺，我哋梗系要睇埋另外一边啦。呢一边除咗展示咗当时佢哋着嘅服装之外，仲有展示咗一啲佢哋用过嘅武器。而呢间房亦都介绍咗呢座城嘅结构同埋一啲建筑嘅材料。
呢啲咁嘅房仔几得意，有个地方踩上去，嗰边个窗就会发生一啲事情噶啦。呢度仲更加奇怪添，将动画同回樽藥蟲城合成一体。翻到嚟手信店，等我哋睇下有冇嘢要买先。买翻作成翻去都几好喎，以赤别子做设计嘅手信。讲到买手信，又点会少得呢度出产嘅酒啊？离开學之城之前，等我哋再欣赏一下呢度嘅雪雕啦。翻去嘅路途上面，我哋见到呢间水果铺出面种住一啲柿树，仲吊住柿噶。仲有呢啲干咗一串串嘅柿饼添。翻到嚟巴士总站，我哋见仲有啲时间，就睇下呢间便利店啦。呢度除咗有回樽山盐布丁之外，仲有花生酱布丁添。呢度有好多米酒，全部都系回樽同回樽附近出产嘅。除咗米酒之外，仲有葡萄酒添。下次我哋会去神似鬼灭无限城嘅大村庄。中意呢条片嘅朋友，记得 CLS 三部曲 ：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 留言、点赞同埋分享。下次见。中意就记得 subscribe 啦，我哋下条片见。